行，咱们看那个最后一盘啊。以后有变化得问你。这个，你那个之前的学员网的网站哈，查找棋谱那功能挺好的。好，咱们看这盘吧。这盘是这个，你吃白棋啊？九段里下的啊，那这都挺正常的。黑棋挂白的，白棋挂黑的。这都还可以吧。点啊。在这个局面里，好像还不是很常见的。如果他在 A 位的时候，好像更常见一些，是吧？在这儿的时候，更常见的大概就是拆边之类的。因为黑棋右边它就有俩打入点，相对来说，这个角和边更空虚一些，它补不上。要是他右边低位的时候，好像点三三还是最近挺流行的。他这高位比低位明显好了。这高位，这个对于，如果把中间这子儿拿掉，让黑棋走，那肯定选择高位的，是吧？因为右上角那仨子儿非常厚了，那这就挺流行的变化啊。它立的，流行的应该是搬这个挺多的，大概走这样，然后白棋脱先，对吧？实战白棋它立的话，白棋得走了，如果还走这个，这角就死了，是吧？这角就静死了，活不了了。因为没有气呀，所以这个正常来说白棋得粘上。实战白棋下挺强硬的，直接冲断了。啊，没冲断呀，粘的。一般好像单粘的比较多，这一下一般不要冲。你单粘它大概会粘在这儿。冲那一下不见得会便宜，是吧？冲这一下其实有点俗，有点俗啊，让它加过来了。黑棋右边结构非常好，三三点的有点早，这个他下挺积极的啊。普通大概飞一个，既补断点又扩张右边，他这个对手还是非常积极的，然后白棋拆一个，这也是要点的，要是不拆的话，黑棋将来点过来，白棋有点痛苦了，然后他再补断，白棋自然会跳出。然后打入啊，白棋也是够积极的。这些守个角当然也没有问题啊，守个角也可以。打入呢，主要它是白棋为了加强上边，其实通过打入之后，假设黑棋走这个的话，这样白棋上边就活了，这就不会遭到黑棋进攻了。实战对手走这个。那就转换了，有可能将来形成打劫，但对手不想马上打，他也可能先保留一下吧，先左边看一下情况，那白棋自然得逃跑了，靠出去，哇，冲断了，这个够厉害的啊。这位搬粘一下，正常不好下了吧？这个他一定要吃角是吧？哎，这棋还是蛮混乱的。他如果吃外边这个子儿的话，
他担心你封锁他，挺乱的。你除了退怎么样呢？退的话，他一直冲是吧？看着挺乱，有可能还是打劫。但这个劫他没有劫财，这太大了，他只有粘。但是如果你粘的话呢，这里边杀气不知道怎么样啊？杀气好像黑棋不见得行吧？白棋还是蛮长的。但是他可能搬断有可能是吧？反正白棋感觉总体来说还是白棋难下。那再就这手棋能不能忍一下呢？哎呀，总的来说还是白棋难下。因为毕竟刚才这个白棋这个打入是非常积极的，有点抢，这个速度太快了，这个再处理其他的可能手忙脚乱的是吧？他搬你不长，你是按挡的。啊，你说这儿啊，虎一个或许也是可以的吧，忍一下是吧？这角没啥问题了吧？这角肯定没问题了。还可以吧，在周围这么多黑子的情况下也算可以了。然后外边它还这个断点还是欠着的，其实，是被白断上来还是挺厉害的，是吧？再就是你之前这边逼住之类的，或许也能考虑一下吧。然后再打入是不是会有些帮助呢？这边走一走吧，或许能有些帮助，是吧？是然是这个。走成这样了，看不太懂了。搞不太懂啊。你们的棋我看不太懂，就这个。白棋搬，可以打吃白棋提。哇，把你吃了是吧？黑棋左上角得到了30目棋，然后它还是而且非常厚的。白棋在左边呢，总的来说还是白棋有点亏吧，是吧？你回到最初这形状，是不是白棋有点亏呀？是吧？这个其实白棋还是本分的跳一个吧，这儿它也挺薄的，大概也得补，慢慢下，慢慢下吧，我感觉实战结果还是黑棋好吧，虽然白棋左边也收获了一些啊，但归根结底，白棋收获就两招棋，一招是逼住一下，再有一招就尖顶一下，而黑棋这些上边得到的。绝不是两招棋可以得到的，是吧？
黑棋收获的绝不是两张棋，白棋收获基本上大概就两张棋，逼住一下等于，然后鉴定一下。嗯，是吗？感觉还是黑的稍好吧。然后他限制这个白棋了，这是校长要点。白棋守了一个，黑棋就是一通俗手，就是把白棋压缩到最小，先手。但是他这个是不行吗？这不如单退一个吧。这么走不比，要吃一个再虎也行吧。然后白棋打入，这时候咱们可以简单数数空吧。黑白棋下边是十、二十、二十五、三十五、四十五、五十，白棋左右60目棋啊，右上加上边70目棋白棋，黑棋左上是30目。右边如果是都是他的话，如果都是他的50目棋，哎呀，这白棋没有那么悲观是吧？但是刚才也给白棋数多了，因为左边这仨黑子儿也没有完全说，没有完完全全死掉。看实战吧，这个如果能活了，白棋实地还是不错的。那黑棋往这儿走，目的很明显，就杀你了可能。看白棋这个如何腾挪，压一个，压一个不知道怎么样啊？除了压之外，这种碰不知道能不能考虑呢？这样好像也能借点黑棋的力，是吧？这样能借到一些力，再挖，是吧？这样不知道怎么样啊？反正白棋还是相对来说白棋要难下一点吧。实在压他退靠长，这个的确都先手。但最主要的还是看这个眼能不能摆得出来。他破你这个眼了，他如果选择破这个眼，那白棋走这个，这个白棋能活得掉吗？提，有可能，差是吧？他走这个，那就问你右边能不能摆出俩眼了？他实际上担心断点，他担心断点，所以补上了，是吧？白棋担心的是，黑棋担心的是断，那你就活了是吧？那这样活了之后，但也不是说完全活了，因为这个半粘的话，看你硬不硬，你要硬一个，这里边说不清楚是吧？这里边可能还看不清吧，也就是没有完全活，就这么个状态。当然，他暂时也不想走了，他先欺负你上边，通过进攻之后，他中间获得一道外后势啊，那他肯定是想办法利用一下的，来攻击这个白棋。这白棋呢，就简单做活了，局部也不跟他纠缠了，是吧？那通过进攻，黑棋应该还是能有点收获吧？白棋补活了，补在这儿啊，感觉上是不是补在这儿好呢？差不多，补在这儿我感觉厚，补在这儿总感觉将来它有挺多利用似的，不过应该都能活啊，点一个，这样是个大劫，但黑棋马上去吃可能也没啥意思，黑棋先放着吧，让白棋走，让白棋走将来也是双活可能是吧，黑棋现在当务，因为这个角不好吃，吃之后白棋能脱先，再提还能脱先，还得走，这得花三手棋是吧？花三手棋暂时马上走就不太值得了，
这黑棋应该脱先吧，但他可能现在不知道走啥了。黑棋不知道走啥了，是吧？可能这个子如果能逃，当然最大，但是好像不好逃。那就适当的浅削一下吧，是不是这样走会大一些呢？黑棋，点下现实判断啊，显示白棋领先11目棋。那应该差不多是吧？双方差不多形势，中间还有右上都给这个，他数的是有一定这个给白棋多数了，他实战吃这个我感觉不太好，吃这个的话，白棋也不用理他了，就简单围围控我看就可以，这样被他吃掉，黑棋形势会好吗？这样黑棋有可能输了。是吧？他角上花三手棋吃白棋二十多目棋，这个不太值，是吧？中间这明显比那角大多了，中间走三手棋价值肯定不止20目。实际上你刺一下，你刺。啊，你不走他还不跑，你一走他才跑是吧？那他如果想跑，早就应该跑了。左边这仨比右上大多了，是吧？那就看能不能跑。那根据实战结果，肯定是跑了，是吧？刚才其实你适当也补一下，本身左边好像那仨子儿也没有吃的比较干净。你强行封锁，他会想办法，想尽一切办法逃跑。但这样杀气的话，你就死了，是吧？你应该只能提吧，可能是吧？再吃这个，还是挡啊？让你如果粘他冲出去了是吧？冲能挡住吗？挡不住，你只有吃这个，这样能挡住他吗？这样不知道怎么样是吧？就是他得做这个节才能跑是吧？他如果能做个劫就逃了，对吧？还是不好吃，但是肯定不能像实战那么走，这么走就有些过分了，这样崩溃了，这盘棋就差不多交代了，也就是左边那仨其实一直也没有说完全吃得住，那么，刚才这有机会的时候应该补一下，飞他也不能去吃，因为让白棋吃他，白这个棋是黑棋吃白棋也不容易，白棋想活也不容易，所以双方就扔这儿吧，那都是两手劫。无论现在谁走都是两手能吃掉对手，肯定不容易。所以作为他，大概你如果吃他也得给控。但这样应该总是白棋可能，看双棋的厚薄了，谁厚一些，可能这盘棋就机会大一些。厚的话，右上角那劫就占很大优势。那突然崩溃了，实战啊。这棋白棋下的还是挺积极的，基本经常脱先。小尖的也有，但我看棋谱好像加的也蛮多的，选择一种方式加住也应该也是可以的。这个点在他高位的时候有可能不是很好，在黑棋在四线的时候，
它这个题型的缺陷不在这儿，将来缺陷在这儿。你点完三三之后，它这缺陷就没了。后来是攻击，总的来说还是白棋有点苦吧。然后是这个，后来左上这转换，总的来说感觉还是黑棋稍好。因为白棋这个将来上边也还是会受到点搜刮的。但这个棋白棋还是能下的。后来强杀没吃掉呢，白棋吃地还是有挺大收获的。这儿白棋活掉之后啊，实地上收获挺巨大的。但这个时候白棋应该冷静的吃掉它。黑棋也不能吃了，黑棋想争胜负必须得围。这样那个角可能对双方胜负影响挺大的，但那个角双方估计短时间内都不会再走了。因为白棋如果去吃一个，这样再被吃掉的话，等于白棋多花了一手了。黑棋一时半会儿他也不肯走，因为黑棋走一手吃不干净，所以这角估计就放这儿了。双方先慢慢收官，最后估计谁棋厚一些，这盘棋胜算可能大一些。都挺厚的，其实这棋双方都没有什么劫材。相对来说可能黑棋稍厚一点吧，白棋右边有点薄。角上这有个劫，下边这有劫，而白棋找黑棋劫还是比较困难的。双方这样走大概是还是挺漫长的，难解。上官，那你这个你哪里有疑问呢？这盘白棋就我感觉过于积极了，把棋下的有点太薄了，战线拉太长了，这个忙不过来有点，是吧？黑棋它看着速度比较慢，但是它这个棋形的效率都还不错的。那这盘棋咱们摆到这儿吧。行。